微信好，我是秦公公，这里全是大正门的，意思一听的，行的挺好的，很干净的，二楼的二楼，1.5楼吧，其实这进去哦，衣柜、书桌、窗口那么大的窗口，房间很亮呢。这样上去，睡房就很亮呀，是吧？房子很大，窗、空调，房子很大的。这房子这样出去，那我们门关一下。哦，这里有这个天棚呀，哦，很高档的天棚。这样看房子很大吧？这外面出去吧，这里有。5楼有七哦，鞋柜超级大的鞋柜，鞋柜很大，还有密码锁，当然有密码锁，很高档的密码锁，还有这个安全帽，这也有的。这客厅很大，其实，哦，这个很干净，超级干净。这煤气灶，哎，电气灶，水烟，哦，水池也很大，超级好的水烟，有窗口，做菜也很方便，还有这里有。冰箱微波炉没，微波炉帮你配，这边有窗口有，所以这个通风挺好。这客厅是这样的，客厅很不错的客厅，主要是关键卫生间，卫生间怎么样？看一下，卫生间，哇，好的卫生间，卫生间的通风很好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马桶，洗脸台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要简单一点，这个有一个。这么大的，这么大的洗衣机，看到了吗？洗衣机，电脑，洗脸台也洗，水很好吧？挺好的水，马桶下水也挺好，还有卫生间这样，洗脚的时候这样隔了，不错的。卫生间里面再看一下房子，这样的，这样，我是金公公。